什么？我居然莫名其妙的来到了一个叫斗罗大陆的地方，还莫名其妙的拥有了三个武魂，一个就是我背后的天使武魂，还有一个七杀剑武魂，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兵武魂。再看看别的东西，什么？我居然先天满魂力，还自带一个十万年魂环，那我岂不是比唐三还厉害吗？按照现在的时间，唐三应该在圣魂村伺候他老爸爸，我要去收他当我小弟。少侠请留步，我是无敌斗罗系统。什么？没想到我居然还拥有系统，那我岂不是在这斗罗大陆横着走？无敌斗罗系统激活你，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还有你的功能是什么？激活我有奖励，就是99级绝世斗罗体验一天卡一张，你想什么时候用都可以。我的功能是售卖魂环魂骨什么的，这得你慢慢发现了。我要溜了，有事喊我，要是没事喊我，小心我揍你。居然送我了一张99级绝世斗罗体验一天卡一张，还是很不错的。一会去找阿三当徒弟，说不定会遇到他爸阿浩，到时候再用。购买系统里东西的教导值应该就是收徒弟才能获得的，先去找阿三吧。就是这里了，那个应该就是阿三了吧。阿三，你愿意当我徒弟吗？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为什么要当你徒弟啊？我知道我天赋异禀，但是你也不要这么着急收我为徒弟啊。要不你考虑考虑当我徒弟，我可是先天满魂力。先天满魂力吗？那你看看我是什么，我不仅是先天满魂力，还有十万年魂环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也是先天满魂力，第一魂环还是十万年魂环，这怎么可能？但就算这样，你也还不配当我师父，因为我不仅是先天满魂力，而且我还是双生武魂，我拥有蓝银草皇和昊天锤，这两个武魂都是天底下最强大的武魂。系统检测到蓝银草皇和昊天锤武魂是否复制，剩余复制次数5次。真是离谱，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，居然还能复制武魂，不过只能复制5次，那我得好好考虑这5次怎么用了。不过这蓝银草皇和昊天锤武魂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，那就把它们复制了吧。复制成功，剩余复制次数3次。双生武魂嘛，小三你还是不行，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武魂线。什么？你居然也是双生武魂？不对，你是三生武魂，你背后的翅膀也是武魂，你居然比我还变态。但是这又如何，你还是不配当我师父，因为我爸可是这世间最强的巅峰斗罗。就是你要收小三为徒是吗？你有我厉害吗？老子可是98级巅峰斗罗，武魂线魂环线。哇，厉害厉害，居然有十万年魂环，让你看看我的，到底我配不配收你儿子为徒。阿浩，现在我配做小三的老师吗？什么世间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存在，魂环全是10万年，而且还是5生5魂，居然也拥有蓝银草皇和昊天锤武魂，连七杀剑武魂也有，你背后的翅膀居然是天使武魂，还有一个连我都看不透的武魂，你究竟是谁？居然如此逆天，小三以后他就是你的老师了，快叫老师。好的，爸爸。老师好。老师居然这么厉害，魂环全是10万年的，还有老师前面不是3生5魂吗？现在怎么是5生5魂了？恭喜张菜菜收到第一个徒弟，奖励1000点教导值和万年魂环一个。阿浩，小三就交给我吧，我一定把他培养成除我以外第二强的魂师。来，小三，这个万年魂环就当做见面礼吧，你放心吸收，这魂环没有魂力限制。老师这太贵重了，不过看老师全是10万年魂环也用不到，那小三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我就收下了，谢谢老师。